This is a best 2 out of 3 format. Li Chong Wei expected to win this match. Now, Li Chong Wei had a close call in a car accident 2 years ago, but no close call tonight, as he does indeed win the match as he wins game number 3, 21-13. 20-18, but there it is, the winner, as he takes the second game and the match 21-18. So it appears as though Lin Dan and Li Chong Wei will remain on their collision course in men's badminton. Once again asserting his dominance on the court. Beautiful attacking play from Lin Dan. A lovely overhead smash from Lin Dan, known on court for his theatrics, a small display of them.做到一样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什么？你能够凝聚全马的观众哦，在同一时间，真的都在守着那个电视机旁，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也因为大家都在看着那一场球赛，大家都好像对他那个球赛期望很大，所以变成那一个晚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问：哎，李宗伟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在问你这个问题，对不对？对，很多人就是说我在那边做那个访问的时候，很多记者都问我为什么你发挥不。 没有这样好比前几天四强啊，还是八强，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发挥的就是，人家没得就想发挥的怎样，其实我是发挥到不是很好，我也是自己的承认，但是我觉得对方发挥他的最好的水平，然后最后输了过后，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打不死自己的水平，然后最后自己回去想的时候还是觉得输。 我觉得不知输在我自己，然后就是说自己对方真的是今天发挥到很好，然后就想起他在记者招待会说他从此以来没有打过一个一场最好的这么球，他说你觉得是为什么？他好在哪里？我觉得那场比赛，我觉得一个他就是说人家说主场比较有压力，我觉得他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又很速度又很快，而且整个人很亢奋，对，然后又很兴奋那种。 Brilliantly cross court goes the left-handed lane。自己本身来说，自己都打不出，然后自己也蛮紧张。其实人家问我你有紧张吗？我觉得没有紧，你讲跟人家讲没有紧张，那个是也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你懂吗？就这个一个是一个大比赛，也是一个马来西亚最想拿的那面金牌。那其实这个牌来说，对我来说应该。 蛮压力的，人家问我在机场的时候你会紧张吗？什么？其实还不会，就是说很自然的，还可以开玩笑啊，就是一般的比赛，一般的比赛。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哇，看到蛮多球员的，哇，看到这个，看到那个，那田径的啊，然后看到篮球的啊，然后看到羽球的，哇，在一起集中的时候，我觉得哇。
我们到新手村啊，那个奥运，然后走到一步，哇，北京奥运走到一步，那个banner就在那个布条又北京奥运，我觉得一步一步的靠近了，也是一步一步很靠近那种，然后觉得开始有一点紧张了。过后第一天我去训练球场，比球就这样，出来就中验尿，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没有试过，就是说去了训练第一场还没有开始比赛就中验尿。 另一个是完全是用抽签的方式，是吗？他们是说用抽签，但是我们本身我们的不懂，那有抽没有抽，就是我们的不懂。他就是说抽签，那其实我们的不懂，然后就觉得很蛮奇怪的，就是说没有从此以来打比赛也没有说没有开始比赛就中验尿茶，那就怕你吃兴奋剂药啊。一般就是打比赛完的时候，我觉得会抽到那个啊抽到你，你就要去。那我觉得。 还没有比赛之前就中，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也有一点不耐烦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哇，刚刚练完球就要验尿，然后其实我们练完球的时候，其实你要验尿是很最麻烦的那个时间，因为那个验尿的时间就是我们出汗太多啊，你突然间要去厕所也是很难的，对，然后等到2个小时后才可以，然后就很不耐烦哦，回去的那个心情的时候，我觉得哇。 第一天来训练就练掉什么，就跟教练在跋涉的时候再讲，而且啊，不用紧，这个大比赛是这样的，你要心情平常，那个心情去面对。我一向来对他打球，我对他都很有信心，真的真的啊。然后我很佩服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心理素质蛮好的，就是不管遇到几大的压力都好哦，他都不会在我面前好像表露出来。 一样，他也是能承受的。我觉得我住13天，在那边像住3个月，在那边那时间像不能过这样。那其实人家报纸问我，哎，你打力学，你说为什么你这么累，第二局啊什么这样累？其实我跟记者讲，我昨天才睡5个小时半，不懂5个小时半有没有？我自己都不懂，觉得睡好，觉得我每次起身看时间，看时间哇几点了几点了，就睡眠也不是很好，然后吃也不想。 吃哦，就是吃给他饱，就算了，你不想很想吃下去那种了。觉得比赛越来越靠近了，我觉得很难受，就是说那个压力啊，还是什么，你就你没有压力了，觉得你打得很轻松。我觉得那个是看的人就是不知道，就本身在那边的感那个感情，那个生气的感受的。对，然后很辛苦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打这个比赛，我觉得可以少活多10年。其实我觉得他比较会。 紧张的是在四强吧，就是打李轩一的时候，因为那一场球他真的很重视，就讲他很想要，很在意，对，因为如果输了，你还要就想你还要争铜牌，就也很难，你没达到中国的成绩，可是。 胜了的话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因为至少已经有牌了，只是看那个牌是什么颜色罢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是比较大压力。他打四强的时候是比较压力，我觉得，就是有时他打球啊，有时他会他的样子啊，你可以看得感受到哦，而且他也有跟我说过。 压力，但是还没有这样压力，因为还有双打啊，还有女单啊，然后最后双打输过后，我觉得我很期望啊，对，就是一个人，我觉得是双打跟我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联合，就是去拼啊，就是看谁会拿比较好的成绩，就是说没有这样压力，因为过后我就想哇，是我们输了怎么办 ？Seed in yellow, Lin Dan from China, the second seed from Malaysia, Li Chong Wei. 在决赛的时候，你上场的时候看你的脸色很清白，对，觉得你好像脸青青这样。对，然后觉得你很，就是说吃不好还是什么，还是有生病。其实我讲生病是你有可能是身体越来越打得消耗体力多了，然后有可能是比较弱，然后有可能是恢复不来还是什么，自己都不懂。因为我本身来说，人家记者就说，哇，你觉得你输球了，你会怎样？那我不想找一个借口来代表这个输的日，你明白吗？那我不想，就是我就。
跟记者说，我讲输了就是输，就是没有理由了，输球是很正常，输就是输，没有讲带来一个理由，没有脚痛啊，昨晚睡不着啊，因为这个是本身你自己就不想给自己一个借口，这样对，不想给自己，就想人家来说啊，林丹胜了会怎样还是什么啊，他也不想找胜就是胜，就是说我本身我输就是说啊，输就是输，不要讲找一个借口说很牛啦，昨晚我睡不好啦，五点半啦，没有啦，那个奥运村的就不想说太多，对，就奥运村的东西不好吃啦，就找这个借口来说，其实输就是输。你还是一个赢家，你拿到了一个银牌，其实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其实心情还是很伤心的，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今天真的是林丹真的发挥到很好，但是他速度很快，真的我自己没法子的，没想到他今天打得这么好，整场球他在控制着我，对，很多次你杀球都就是动不过吧，对，因为每个他那个球就是被动球，但是我还是硬硬的去杀，就是试一试，但是还是做很多的失误，但是真的是输球就是输球，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对，现场这些压力会影响到你吗？不会吧，就是有可能是自己今天发挥不出来。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马来西亚的球迷说一说？其实我很对不起他们，对，因为我能做我最大的努力就是到今天，但是我希望他们不想怪我，但是我还会做我最大的努力，下一次再。其实那个决赛，就我就是说总结那场比赛来说，我觉得不是我打得不好，但是还是有一点紧张，这个很正常的，但还是觉得全体来说，速度来说，还是林丹控制了那个整场的比赛。他实在很快，对，实在很快。我从来从很多比赛来说，跟他打汤杯来是说，他没有这样快的速度。你跟他打过大概有十几场了吧？对，我没有看过他打得这么快，就是说会被自己吓到，就球一路来，球一路来，就你人家看的都会知道，就是他比如一个下去，我跌哪在前面了，就是很。很被吓到，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快一步哈，在羽球场上其实快很多了，快很多了，不讲快一步，就快一秒，快很多了，因为我们的速度来很快，人家讲我杀球有300多，对 ，kilometer 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反应来说，真的那天反应不到。节奏和那种速度来说，人家讲他知道我的球路，知道肯定是知道，因为打这么多次，有可能是他的速度比我快，他肯定在那边。我比如讲 ，OK， 林丹不是打我，比如我讲 OK， 第一场我打罗纳啊，还是打索尼啊，还是打，我是在前面等啊，因为什么呢？不是懂我打球，因为我快。就是这个问题。可是第一场其实前半场哦，其实那个11分失给那个林丹的基本上是15分哦。对，有可能是自己，因为他变成那个球被动球，因为我要反回去那个球的时候，因为全部都被动，我觉得每次被动很不舒服，然后自己都往身体都站不稳，就是每次打出界那种。It happened. Complete reversal from game one to game two.休息的时候，那是不是进来跟你聊吗？对，那时候跟你讲了什么？还记得？有，他就是跟我讲啊，你的速度要比他，就是要跟他一起一样的速度，因为现在他加了120，我还是加80，因为跟不上那个速度啊。然后就讲要跟他一个速度差不多一样，那我就一路跟一路跟，但是他一路跟我一路跟，他一路快一路跟，就跟不上那个速度，那个速度就是很明显的那个速度，我觉得。第二局呢？第二局我们基本上看到哇，一开场就已经是0-8了。对。我觉得其实我这场球来说啦，总结来说，他领先我0-8来说，真的是无路怎样找什么路来都是胜不了他。他真的是实力上和速度来说，真的是很全面，就是没有想什么办法来打，就是想拿多一点分数还是什么，不要输到很惨那种吧。问一个问题，来摸一下，是今天你太拼了，还是今天中位表现不好？没有，我觉得冠亚军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容易让人。要么就有一方会打得很好，要么有一方就有可能会提前崩溃，因为冠亚军的比赛就是这样，双方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你觉得他所说的这个有道理？其实崩溃来说，不是讲放弃还是什么，就是说无路啊，就是没有路，怎样去想办法。像我汤杯赢他的时候。